我叫蔡淑宪，那目前在国立台南大学教育学系兼任助理教授。那我是在38岁，在我准备参加校长甄选考试前2个月，病毒感染以及过劳，并发成脑膜炎，所以我造成失明。所以我失明到目前大概有将近12年。那所以请问一下淑宪教授，你懂点字吗？不懂。你不懂点字啊？那我们要请您来帮我们试摸一下这一张逃生避难图的图例。是。那可能请你从第一个是，就是到下面到第五个，你可以摸给我们看，并解释给我们听吗？大圆包小是现在位置。啊哈。然后这边是外部的边界。啊哈。再是内部的隔间。啊哈。然后再是虚线啊，正方圆形这里是逃生的动线。OK。Okay。然后最后是很多正方形，就是很多人避难的出口。OK， 谢谢。来，好。觉得找到了哈，只是没有把握，对不 对？很好，谢谢。后天失明者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样子的逃生避难图对于视障者的权益跟安全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事故的话，起码让我们知道说我现在在这空间的哪个位置，它基本上会让我们比较有安全感。